单亲家庭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抚养自己的妈妈再婚，或者再恋爱，因为有人和自己的妈妈恋爱，万一妈妈以后有了新小孩不爱自己，那她的人生可能会失去这最后的爱。但张柏芝谢霆锋的儿子谢震南谢震轩却不用担心张柏芝有了新的家庭以后不要自己，因为张柏芝当年在未婚前就直言，老公不重要，家庭不重要，她最看重的是孩子。从曝光的张柏芝生完三胎谢震天后带着谢震南谢震轩一起外出和朋友聚餐的照片来看，当时的张柏芝气色很好，不会因为有了三胎而冷落和前夫谢霆锋的两个儿子，而是处处让他们觉得妈妈会一直爱他们陪着他们。但谢震南谢震轩在有妈妈陪伴的情况下却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态。谢震南咬着勺子合影，看上去非常的有活力，整个人也让人觉得像谢霆锋一样的阳光。谢震轩呢，虽然对镜微笑，却让人觉得可怜，因为谢震轩笑起来的样子有点讨好，有点尴尬，不像弟弟那么放得开。当年谢震南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谢震轩可是被谢霆锋张柏芝环绕着宠爱的小孩啊。那时候的谢震轩阳光可爱又自信，现在却变得有点怯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图截取自网路，如有疑问请私讯。